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呢，就是要跟你们 update 一下那天我的车发生了车祸过后的一些后续事件，后续的延伸有什么事件发生呢？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啊，就是那时候我的车头被那个摩托撞烂了嘛。我相信应该有部分观众已经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上一个影片有出嘛。然后如果还不懂这件事情的朋友们，你可以去看我的上一部影片，因为我上一部影片那边有放到那整个那个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出来，所以你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。OK， 然后在那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呢，差不多隔了一个两三天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把我的车架去车厂那边，那个车头的部分整个重新换掉，因为它那个已经是撞烂了嘛，然后是不能够修补了，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整块东西拆下来，然后换成新的。现在我的车就放在外面，然后那个车头现在的颜色是它那个底漆的颜色，就是跟我的车身整个颜色是完全不搭的。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啊。然后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记录一下，今天我要把我的车架去那个厂那边，就是粘回那一个红色的 sticker， 因为我的车其实是 wrap 的，就是它 wrap 成，就是我 wrap 成红色，它原本的颜色是，那种暗紫色，那是它 original 的颜色啦。然后现在我换成了红色嘛，连我的车头已经换掉了过后，我现在要再架回去那个厂，让那个厂的人帮我把红色粘回下去。OK， 各位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车，它原本的颜色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是我车原本的颜色，它有点带紫色这样，它是一点暗紫色这样。然后我这个红色是我去 wrap 的，去粘的，所以它这个是血红色 ，blood red。所以今天就是要把我的车架过去那边厂那边去粘回这个红色，因为我车目前这个状态呢是过年的话会很难看，所以我就打算尽快去处理掉这件事情。OK，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车头现在的样子，然后因为我很懒惰，过后要马赛克那车牌，所以我叫 Benny 帮我用他的身体探测了我的车牌，这个是最佳马赛克。看到我的车头现在的样子吗？很丑，它就是两个颜色，因为它这个是底漆的颜色来的，要喷一层底漆，那个人才能够粘粘纸，所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哦。然后这边是这样子 ，OK， 最强马赛克，OK， 现在我们就要出发去那个厂那边，去给那个老板帮我换粘纸了。拿多一箱干喽。干了、啊、那里。OK， 在到那个厂之前，我们先来买两箱啤酒跟一箱干，送过去那个帮我粘 sticker 的那个厂那边，因为我们跟那个老板是蛮好聊一下的啦，就是有时候有聊一下天，有时候喝一点小酒这样子，所以因为也要过年了嘛，所以就先来买一箱干跟两箱啤酒，就是去。给他们一下咯，就是讲回礼回礼，不是讲回礼的，送礼送礼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小心。OK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他的厂了，给你们看 ，Dream Factory， 我的粘纸就来这边粘了。然后这个也不是业配啊，因为它不是免费，它不是 sponsor 我的，只是因为它的手工真的是很不错，所以真心的推荐给你们。OK， 放进去。OK， 现在给他们酒。有。来，老板。哎，老板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啊！啊，放那边，放那边。啊，开！啊，开！啊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有讲我带有颜色饮料给他？是不是？OK， 我们刚才送了两箱啤酒，两箱干来，然后老板回敬我们这个泵什么来的，他讲喝了会很灌的、哦。这个 Dream Factory， 那 Alex 送的 Alex， 来，哇，这个是 Lambo 拆咬它的壳过后的样子，拆咬下来它的壳，然后是长这样样子的，哇，看不懂，帅。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剩下的那个 sticker， 幸好我那时候还有留剩 sticker， 因为我的车顶是没有粘成这个红色嘛，所以还有剩一块面积
就是 for 如果有什么 accident 啊，可以补回去。结果我没有想到，我真的是会用到这一卷纸。哇，你在粘 sticker 还是在表演杂技？啊，记得 follow 这个阿凯。啊，山顶黑毒蛇。哇，山顶黑毒蛇。哇，黑毒蛇。啊，还有他，还有他。啊，还有这个也是山顶黑毒蛇。棒啊！这轮三进。红了啊，这波。这波红了。这边车库有什么车 ？Lambo， 然后法拉利，然后 Merc， 然后这两我不懂是什么车，因为我对车没有什么研究。然后 Audi， 还有后面那边是 C 车。这一款 Lambo 粘这个很特别的 sticker， 有一点像是那种大理石的概念。OK，almost done， 差不多了。剩下上面这边的，看一看它的里面，哇，我喜欢这个椅子的颜色，很 luxury 的感觉。哎，进来坐一下，体验一下那种土豪的感觉。OK， 走咯。我带你们去吃麻麻档，喝 The Only Mice， 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的车终于是搞定了，剩下 last 割掉那个螺钩出来。怎样？山顶黑毒蛇？山顶黑毒蛇没有问题，没问题啊。来，螺钩要开光了，帮我磨比一下，不要再撞了。再撞就没有 sticker 粘掉。细节的刀工。哎，紧张吗？这样拍着你哥？不会啊。习惯了，平常有人这样拍着你哥了没？很时常哦。以前我们现场表演粘纸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哎，开光了，开光了。OK， 现在我吃好了，搞定了，谢谢两位老板，谢谢啊，老板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山顶黑毒蛇，OK， 现在我就回到来沙包茶，然后刚刚 Terry 有煮那个麻油鸡，这个是 Terry 煮的麻油鸡，哇，我跟你讲，沙包茶的人真的是多才多艺，北尼炒的饭，这个北尼炒的饭，然后这个是那个 Terry 煮的麻油鸡。然后阿旺又会煮咖喱鸡，又会煮什么什么什么都会煮。我以为你要讲我是哪吃。简单来讲 ，sub house 就是应该只有我跟小明两个是不会煮。OK， 这一起车祸事件呢，我觉得可以在这一部影片就是做一个句号了啦。就是这一个影片主要就是要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车已经去改回了，去修回了，然后修的费用是2650块，所以简单来讲，这一笔钱是白白花掉了，就是那个不负责任的摩托司机这样子，砰一下，我的2650块就这样轻轻这样子飞走了。OK， 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想要给大家的忠告就是安全驾驶，然后 drive safe， 然后叫我那个 safety first。Safety first. OK，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Yeah.